塌下来有我们一起挡，付出真心对待兄弟是一辈子。我觉得人家有的我们应该努力去跟上，但是我们有的人家未必有，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经典歌曲，真的有很多人是听我们歌长大的。对对对 对, 对。那我们怎么让这些经典保鲜？所以我们在挑战对方经典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过得了自己这关，也要过得了对方这一关。毕竟我们有很多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改编的过程当中要带来惊喜，但是不能破坏了原来大家对这首歌的感情。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，也找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来帮我们。但我觉得我们都做得蛮好的，大家听听看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没有，而且小鲜肉的朋友他们都练身材练得很好，然后八块肌拿出来这样子。但是我虽然是减肥了，但是我没有打算要把它拿出来。没有吧？你是一大块要拿出来吗？没有，拿出来我怕把买票的人赶走了，对吧？